101第11章第一部分静心时间。好，看一下这边，我们只要做后面三题，一、二、三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不用啊，这个考验一下直接写的能力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点这一个咯。好，记得轻轻点哦，不然会影响你写字哦。中心点。好，记得可以用自动铅笔点比较好。看一下。好，偏左边一点点哈，所以我们现在。这样子不好，这样应该就好一点了。好，我们做完这一题呢，就要给现场的老师看一下有没有错哈。好，正确的话呢，我们来接下来做第二题。好，总共要完成几题？一题一题来，总共要完成一、二，还有这边这个三个。好，那个回家作业或者是。网络教学的，做完三题就要拍给老师看哦。接下来第二题，点出中上，中间的上面。好，10号15楼，也就是几号站牌呢？八号站牌，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站牌啊。好，这一看就知道好像偏左边了哈。用比较尖的铅笔或者是自动铅笔点了啊。要右边一点，还不够，还要再右边呢。所以一开始要看准了再点下去，好，用比较尖的铅笔点起来才不会那么大了哈。有平均吗？有。好，这个是中上的部分，也是一个一个来批改。第三题，点出中下10号5楼，中间的下面中间哈。小朋友都不会对齐哦，点三个也不知道说要对齐才是正确的哈。看一下哈，二号站牌，我们先轻轻的看。好，其实你要点到这么轻就可以了哈，我们写字才不会影响。像老师点到这么大，写字的时候你就不敢写进去了。好，都不用擦，写字的时候也不要擦掉，我们当做没看到哈。这个都是你要参考的参考点。好，所以这个点起来都太大了哈，所以最好一开始就点准。好，其他的也是就是一步一步来，跟之前一样哈。啊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